这个发音很大，肉，所以肉它是在上面的那个声音。所以是猪肉。开始之前别忘记订阅哦。嘿嘿，这位是尼克亚里，今天我要来考我的朋友客家话，因为他们平常就是很常听我跟家里讲客家话，可是我觉得应该多多少少应该会一点点吧。没有听那么久，应该会一些客家话吧。我就觉得他们应该就是可以猜出那个什么词的客家话怎么讲，所以我今天就来考他们。接下来哈，我就是要来出，就是我讲中文这样子。那你不是要出客家话吗？没有，就是我讲中文，然后你们要猜那个客家话怎么讲，可以吗？好，开始。好，第一题，吃饭。这我知道，吃饭。吃饭。吃饭，接近了。吃饭也可以吧？吃饭啦。不是啦，再一次。吃饭。我就这个，我觉得这好像有点太简单了。所以对嘛？接近，吃饭是吃饭。吃饭。你看我讲的差不多啊。啊，我讲的嘞。你讲什么？他讲吃饭呢。不是有另外一个吗？就是吃饭。吃饭。不是吃饭。吃的饭。是不是饭啊？啊，不是。吃饭。吃饭。好，第二题。吃饱了吗？怎么讲？我知道，吃饱了没啊？客家话不是吧？客家话也是这样啊。吃饱了没？不是，你那个是三英文版的。罢了，吃饱了吗？吃饱了没啊？我觉得你们根本在乱讲啊！你这个连客家人都听不懂。我这样讲有没有几个字是正确的？再讲一次，吃饱了没？你刚刚是这样子吗？对啊，对啊，你只有第一个，前面两个是对的。吃饱，吃饱没啊？吃饱没啊？可以四个字，也可以三个字啊。吃饱没？吃饱了？不是，吃饱啊？有吃饱？有吃饱没？哦。没有啦，我就没有讲有，怎么会有有？哦，老板是什么？是细胞嘛？细胞嘛？然后如果四个字就是细胞类嘛？细胞类嘛？细胞？细胞类嘛？细胞类？细胞类啊？细胞类？他们一个一个来。细胞类嘛？细胞类嘛？细胞嘛？细胞嘛？嗯？细胞嘛？细胞嘛？细？对啊，哪里不一样？就不一样。为什么？细胞嘛？细胞嘛？细胞盲，细胞盲，那个有点三声，细胞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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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细，你要吃细扯的，叫你细扯，不是这样子，他把你当狗。下一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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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，安之谁？对，这个就很常见，哎，这个我知道，这个我不行，他常常讲。这个 OK 吧？这个我觉得很棒哎。好，这太简单了。可是这个跟台语有点，跟国语完全不是不一样哎。不然台语怎么讲？多谢。那国语是？谢谢。好，下一题。直接不研究。睡觉跟台语还是中文有差不多吗？哎，好像没有像的呢，就两个字。困。不是啊，他就说两个字。困，我知道，我依客家人的那种语调。困没？困吧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我觉得睡觉，睡觉了，就有点像客家。哎，我就很像啊。你是水饺。正确解答。刷毛。哦，那是刷牙吧？你念一次。刷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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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是没有卷舌，摔，会不会自己都搞不清楚哪一国语？那你们那个帅，睡觉，帅很帅，不能考我，你这样会降低我，就是身为客家人的，不是啊，不是白要考他吗？到底是谁考试？不是白要考。你们不能这样子太难看了。全身有问题就要问老师。好，来，直接放弃。下一题，做什么？这应该很简单吧？追小蜜。不是。不是吧？做什么就是干什么的那种感觉。做什么？
这个就是周杰伦。所以不是做什么吗？做马盖，做马盖。嗯，就是做马盖。做马盖，是做马盖。做马盖，不是做马盖，做马盖。我是学周杰伦唱歌的。好，那我们刚才讲要吃什么？那我们猪肉的客家话怎么说？第一吧，有像吗？完全不像，它比较像猪。猪？猪？你说中文的猪吗？它的客家话比较接近猪吧。竹马。竹马。不好听。怎样？这是什么客家的脏话还是什么？就是。不是很好听，这个发音肉，所以肉它是在上面的那个声音，所以是猪肉，就那一次吗？上面那一次吗？我觉得我很厉害，我觉得我会猜东西，很可以，很可以哈，我觉得很厉害。等一下，我们现在考大家，有啊，猪肉，猪肉。是猪肉，猪肉，你看差不多。肉，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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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肉，嘴巴打开，把猪肉，猪肉，我只看到他的兔牙，猪肉。好，那我们下一题，电音，电音，要客家话一点，电音。要上面，对啊，要上面酿。哎，我现在出的题目都是就是离这个中文很接近吗？就是可以。真的吗？对，电影就这样子，所以电影，我觉得还是会掺杂一些台语之类的那种腔吧。对，你可以试试。营养。这好像蛮像，有点接近。真的吗？第二个字有点接近。看电影。看电影，看电影，看电影。为什么听你们讲客家话，好像会把客家人好？不是啊，你们讲的是客家话，这样不礼貌嘞。这样不好听吗？我觉得蛮有客，这样满满的客家味啊。没有，你们讲客家话那个嘴型都很难。你看电影，讲的硬，真硬。你看我平常讲客家话，嘴巴有这样歪扭曲的吗？如果一群客家人在那边聊天，嘴巴这样，这样。看电影。养养。这样有了吧？他说养吧。养吗？养。对，养有点接近。第一个字是"特"的发音。天。看天养。来，你换你。看天养。看天养。哦。可以。电影就是天养。太巧了，看电影，太巧，太多准备开窍。我们那个客家人的嘴型都被你弄歪了，才开窍。对，车站，这应该在车上很常听到。车站，下一站，下一站，下一站。所以是站。茶站，火车站，下一站，火车车站，车。掐掌，你们那个掐掌，那个是台语吧？我们车站会讲。我按到了。你忘记了？没有没有，我按到了。你是有小渣，然后是自己在那边。掐。来，我们车站客家会讲掐台。啊？为什么啊？可是人家不是哈一掌吗？哈一掌。对，哈一掌。哈一掌。就是车头啊。哦。哦，掐条。跳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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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跳不是，是他个人有问题。掐条，掐条，哎呦！我说他 L 大概录完这一集不会想录第二集。掐条，来，你再一次。掐条。Oh my god！L， 你会不会念 A 呀？来 ，L， 然后 tail，tail。你他故意的。
我觉得在这完蛋了，这没救了。然后算了算了，就这样子吧。我觉得你们再多学一点好了。亏你们还就是认识我那么久，然后听我讲那么多。有啊，充满感。那个做马改，那个是我教你的，好不好？那个就是周杰伦教你们的，好不好？做马改，我觉得很棒哎。我觉得下次你要写歌，什么？写歌，我就把我今天教的，然后写成歌。对，我们就会，那你们就会唱，我们就会一直对。做马改，做马改，是祝福。哈哈哈！哎，我觉得可以，你上次忘记了，做马改，做马改，是祝福加跳。跳。凤霞跳跳哦，算了，感觉你们两个都还要再多加练习。好啦好啦，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咯，下次还有下次吗？因为我有在考第二次了吧，很难讲哎。我觉得要等你们到下次，可是我想学，我也想学。加跳，好，拜拜。开小铃铛，开小铃铛，分享，分享，叮叮叮。然后嘞？还有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这会不会太久啊？人家说叫你按个赞，然后拜拜，拜拜。